谢谢，朋友们，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梅派传人，曾经拍摄过多部京剧影片，比如说像《龙江颂》《神椅子》《白蛇传》等等。我们大家可以猜猜他是谁？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猜出来了。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上海的李炳淑女士，有请。首先，我们将听到的是李炳淑女士的代表作《龙江颂》当中的选段。为大家演唱的传统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。
谢大家。再为大家演唱一段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我就不报幕了。奶奶，您听我说。